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等一下就是我们交流时间可以拿一下废纸，然后九分钟的时候，等到我上场的时候就准备一起来玩这个小游戏。那我分享到这里，就先卖个关子，九分钟见，拜拜。很明显今天这个老朋友非常多，因为我没有说掌声，大家就知道要掌声这样子哈。好，那下面的朋友是陈君，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陈君。然后我知道这张照片有点照片，因为这个是我当兵前的照片。然后现在我当兵的时候，就是现在留现在头发。本人比较帅。好，我要分享就是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叫《阿特拉斯总统间》，然后它是一本小说，然后它描述的就是人们在追求，就是一个追求公平、自由、公平平等的社会，然后可是在大家都追求公平平等的时候，那些企业家就变成了攻击的对象。对，然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结果？我还没读完。对，然后我只是取其中的他的几段话，就是他在讲灵魂和身体的距离，然后他就把灵魂描述成我们的思想的，我们的想法，还有我们想做的事情，然后身体的话就是我们怎么去把它实践。就我对我而言，我就会把它想成说，一个是理想。自己就是理想在头脑上，然后借由身体去把它实践，把它化为真实。对，然后所以说我就会想说，这个距离的话，如果说我们只是想的话，没有去做的话，就容易停留在思想。然后如果说只是如果去行动的话，就可能把它实现的可能。好，谢谢大家。好，我们是 Gary 在现场吗？好，来掌声欢迎。大家好，我叫 Gary， 那中文叫做你，所以你叫我 Gary 或者李根其实都可以。那花费比赛也是我之前在做的工作，这个是比较不想提的东西，因为觉得工作其实蛮无趣的一件事情。对，那还是我觉得算是我之前做的大概将近10年。所以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那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可以沟通一下。那另外一个前面第一个摸鱼派的话是泰拳，我现在也在打泰拳，所以这个也算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那第三个的话是旅行，那我一直都很喜欢旅行，这几年应该去了大概10几个国家，大概三五十个城市。那我现在想做的东西是青年旅社。那至于青年旅社它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或许可以跟泰拳结合，也许可以来这边学泰拳，然后在那边住宿。对，那这个是我觉得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那另外是，因为是背包客，他我觉得他们可以带来一些很有意思的世界观和观点。那我也希望说，这些背包客是不是可以对当地的青年或在地的社区会造成什么样正面的影响？大家对旅行有兴趣，或对背包客栈或者是住宿这一块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旁边。谢谢。那其实像刚才 Gary 有讲到，他目前其实还在找寻这个房子跟就物件的这个部分。那假如说大家发现，你们家有空屋，对，很适合，或是这附近有什么样不错的房子，可以把它留意一下哈。好，下面一位朋友是运龙，来，掌声欢迎。第一次了，我不知道写那些东西，所以我随便打一打。对，那个叫香菇是因为你们不要叫我运动，我觉得太拘谨了，叫我香菇就好了，拉跟脸型没有关系。然后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平面视觉设计师，然后我现在在一个 APP 公司上班，然后做那个手机的平面视觉这样。可是我本身其实之前大学以前就是都对文化创意产业跟那个展场空间比较有兴趣。所以如果说在场有人就是这方面有研究的话，可以来给我点工作机会之类的。那他要讲什么？好啦，他刚刚说的就是那边那个巷子尽头那边有一间那个火锅店，那边就是我家。之前那个焦点就是一直有说要来参加，然后我一直就是找理由推脱，然后今天他已经办到这了，我不得不来。
走路两分钟都到了。对，我们家是在这边已经开了就是快要三十几年的蒜老火锅店，然后最近有蛮多就是那个外地的客人会来，对，应该是本地人吧。就是所以如果说就是你们有空的话，就是其实可以去我们的家那边，然后跟我说你们是焦点的朋友或是月亮的朋友，然后免费啊，有没有？我们其实可以吃我糖了，这样好不好？对，可以去那边就是参考一下，因为我们家那边算是蛮传统的那种大火锅，然后不是姚华那个，是姓陈的那个，像沙茶，对，陈，哎，你知道？对，有名，好，所以我蛮想去吃。等一下小月怎么？小月怎么？装脚，装脚。去抓啦，去抓。等一下自己知道的，后面你请。对，就是可以去那边，会有很热情的服务员，我们家人都很嗨，不要被吓到，就热情服务员跟你介绍一下，然后大概就这样。其实大家不知道一件事情，我今天香菇是偷跑出来，待会我去跟他妈妈告状。妈是，我跟妈是来公司。OK， 对，那其实像今天就是来之前啊，每一位朋友都要有康正，他就会讲说，哎，今天有没有设计圈的朋友？哎，今天我大概留意到大概有两三位哦，大家可以待会留意一下，互相交流一下哈。好，下面一位朋友是雨虹，我们阿虹，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香草哥的阿侯。然后呢，就是这边有三个我的关键字，就是想跟大家讲说香草、交换跟旅行。然后我先从前面好，我在埔里自己种一个有机的香草田，对，所以呢，欢迎有机会可以来埔里玩。然后第二个呢，我是希望说我在那边去推动一种叫做交换旅行的方式，把你的需要给我，然后把我多的分享给你。对，然后做一种不一样的就是价值旅行。对，你可以来这边不一定要付钱。你可以付其他东西，那你来这边不一定要玩，你可以来跟我一起做东西，这也是一种很棒的旅行方式。对，然后最后面刚讲的重点在这样，旅行的话其实可以改变世界。对，所以刚刚有人想说背包客栈，对不对？没错，这就是正确的路。赶快手一用，就这样子。那我那边旅行比较不一样，刚刚是泰拳了，那我这边是。我是觉得这样的、啊、或许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一个农夫啊，可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需要一次贴近土地的机会。像这次我就在埔里办，就是桐花的荧光的那个香草小旅行，你可以过去看桐花，然后看萤火虫，对，然后我带你去不是保育区的，就是那个萤火虫天堂，然后去看整片的萤火虫系统，对，然后我们找，时间蛮多的，然后我们慢慢讲。就是我们找顾客，然后我们找伙伴，因为我们那边其实目前创业者就是我跟他两个，对，然后家里自己是有种香草啊，对，所以是另外的。然后呢，其实我更希望是说你们找朋友，希望说有人可以就是说，哎，搞不好你有兴趣可以来我那边，或者是你想要就是用不同的方式然后来参与这个计划的话，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对，我希望是可以做到像是那个有个很神奇的地方叫港仔这样子。对，客服志工的那个神奇的地方，你去那边不一定要做什么，可能你可以选择你要来这边做什么。好，那就谢谢大家。那其实阿宏刚才没有提到，他们家的这个香草是有机的，对不对？没有，我自己种的是。那你说自己是种有机的？我种的是。你种的是有机的，因为他上次就是在这个伙伴这边刚好有一个分享，然后带来就是这样洗一洗，然后就分给大家去品尝他们的这个叶子，然后非常的香，所以大家都有空可以跟这个香草王子阿宏好来交流一下啊，谢谢。下面一位，就是我们的板娘怡乐业，掌声再听到彭佩琪。然后为什么要在这里分享？是因为那时候我大学跟家园，就我们两个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两个都在台北念书，所以其实对台中，对于自己的故乡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等于是回大学毕业后，然后回到台中，然后开始想要重新认识台中的，不管是人或是事，或是就是等等的故事，所以就参加焦点这个活动，然后就分享说，哎，四月就是我们想做这件事情，然后五月就说，哦，我们要去东京参访一下，然后六月就回来分享那参访心得。然后去年11月就开这个空间，到现在大概快半年左右。
那而且我们的那个第一位进驻者也是在焦点认识的 Max， 然后今天他刚好离开了，所以就是焦点等于是就让我们又可以，就等于是好办的开始，又等于像是第一个赚到第一桶金吗？第一个那个进驻者那个现金，然后而且又是一路上都是一个我们宣传很好的一个管道，所以就是大家以后也可以多来焦点这样的好活动，谢谢大家，谢谢。所以大家待会可以听想看，背包客栈或许结合香草，最近再结合火锅，对不对？还有新的上香，对不对？茶，来，下面一位，这个西惠是吗？啊，秀惠，不好意思，来，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到那个焦点活动，然后我是因为我朋友就是香菇，他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然后就帮我介绍来，就是来这边看看这样子。然后我的那个介绍是随便写的，所以大家参考就好。然后我本身是在做那个平面设计，然后就是会做一些平面 DM 或是包装之类的。然后因为我现在正在有打算转换那个跑道，然后我在接触一些身心灵方面的事情，就包括你们可能比较常看到的，譬如说占卜或者是一些疗愈方面的工作。对对，现在我还不是说正式的样子，但是因为像我这种好朋友，因为我还在学习，然后我就常常把它拿来当实验体，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对未来很迷惘啊，或者是想要被我拿来当实验体的来体验一下，都可以来找我这样子。好，谢谢。然后关于这个除了占卜，因为它其实涉及的领域还蛮宽广，然后我看就是稍微看一下，就大概在这个地方都是寻找机会嘛，然后或者是寻找一些伙伴，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方式也可以提供大家一些别的不一样的选择，对，看你的就是觉得这条路是不是比较适合你走的这样子，对，然后本身也有接触一些那个水晶方面的那个事情，对对对，就是有在做研究，所以如果有大家有兴趣的话，等一下可以一起讨论，对，谢谢，谢谢。二话不多说，我们旁边就开桌了哈。想要占卜问那个婚姻的，我在这边请哈。好，来，下面一位朋友是展展，来，掌声欢迎。OK， 好，大家好，我叫展展。然后其实我最近很多人都讲旅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我要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其实我第一次在分享，我以前有一个计划叫沙巴克环岛100个人的。计划也是在焦点，然后每次在焦点都是一个梦想的结果实分享的计划。然后我记得我上一次在跟大家分享，我说，去年我的环岛的沙拉克做完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分享会，然后做一个演唱会。结果没想到就在焦点认识了一个吉他手，然后就在今年，我们总共已经计划了4场的演唱会，然后完成了2场。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新一个年度的计划，就是我们要做背包客栈的联盟，对，背包客栈联盟。那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办了5场的背包客栈联盟跟分享会，那就是希望能够推展这样子的理念，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所谓的青年旅馆或者是旅行的一种感动。对，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宣传一下吗？可以，在5月24号在鹿港的小爱人文工坊，然后另外已经确认一个是我们青年旅馆分享会的回娘家，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在6月29号，6月29号会在好吧？对，那天会邀请到比较大咖的一些青年旅馆界的一些前辈一起来做分享，那精彩可期。那我们这几场接下来，人数累计大概已经有将近200人的参与人数，对，那很开心，也感谢大家能够来参与。如果任何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找我，或者是你可以找 Gary 啊，或者是阿红，他们都是我们在焦点认识的朋友。对，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这个梦想成真的场合，谢谢。我刚才其实就是整个，就我听到就是简单提到，就是好像200多人这个数字，我想，或许可以跟香草、跟火锅做一个结合，又有新的商机。跟大家看一下，其实
刚才展长有提到，就5月24号嘛，在这个鹿港的小鹿小爱人文工坊，然后还有6月29号在伙伴这边就两场活动，而且6月29号那场是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嘛，对不对？好，那下面一位的朋友是我的表弟彭伟，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崇伟。对，那就是我的那个关键字呢，就是三个学。对，然后呢，首先是那个学会怎么教，因为自己其实还是一个学生。然后我觉得我读书的其中一个乐趣就是说，除了拿分数之外，就是我很喜欢去教别人。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说要拿好成绩，其实有最快的一个学习方式就是学会怎么样教别人，然后你就自然的会了。然后就是比较有会发生比较就是尴尬的事情，就是说每次教的那个人都考比我高，对，很迷失初高徒吧。对，然后询问一下框架，就是说因为像我之后要去五科去念研究所，对，然后其实我个人也蛮喜欢做创意，其实我做过像是动画或是做平面设计，对，然后或是设计 APP， 对，那其实我觉得说学像是那个有点像是说规范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框架一样一直在加注在我身上，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创意方面好像越来越少，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学问有时候像框架一样，对啊，但是可能他有没有就是也是高学历，但是现在一直在从事创意工作，然后可以给我一些建议这样子，对，我觉得自己有点矛盾。对，然后再来就是学犹太人，对，就是犹太人其实他的群组其实人很少，然后分散世界各地，但他们有共同点是说他们很会运用就是关联式的行销，譬如说今天我在这边开了一家那个就是健身房好了，对，那他可能犹太人他不会像台湾人就是说哦你开健身房那我也要去旁边，他们会想说哦你开一家健身房那可能去健身的人可能之后会口渴，那我就在旁边开一家饮料店，对，然后他们就会越拓越多，然后犹太人就能互相帮助，然后越来越壮大。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台湾人越来越非常需要的一部分，产业链。对，大家台湾人加油，台湾要团结，谢谢你。大澳城的那个 slogan 好，来，下面一位朋友，茂源有没有在现场？茂源，好，没有，没关系，再来，陈月，好，没关系，我们麦克风直接递过去，好，来，各位朋友，掌声欢迎。刚刚上有一位一样，我不知道那叫舔什么，所以我就乱舔。那我叫陈月，那我念现在是年过30，然后我。刚刚有提到云科，那我是云科大光设计毕业的这样子。那我做了3年的工业设计呢，在产业界待了3年。那现在就是目前这一年就是在这市场上就乱滚，然后去尝试各方面的事情。那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做创业或者做跟上班族这件事情有区隔，是我现在。我觉得是在重新认识我自己，然后去思考说我将来是要去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是最适合我自己本身的，这样子有点像是壮游或者说去澳洲打工游学去这样子去认识自己，那这就是我的方式这样子啊。再下面一位朋友 Kevin， 对谢谢。我记得他这个本人好像跟他长得蛮像的哈。那下面一位朋友是史跑飞，掌声欢迎。大家好，我叫史跑飞，史高飞哦。对，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也会分享，那我就先不要讲太多，主要是。我现在正在冒险，我冒险，我先留职停薪，然后留职停薪也将近快一年了。那我们等一下我介绍说，我现在投入的一个计划是希望都能朝社会企业这样去做。那当然，其实我是很蛮怕麻烦的人，但蛮怕麻烦又要创业，其实是一个很矛盾。对，但是可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些问题，你不去解决，你心里又觉得怪怪，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尝试去看看。
那再次力量是我希望说今天来这边可以交到一些朋友，然后结合一些资源，然后让自己更有力量去做这件事情。好，谢谢大家。这个史考菲看起来非常年轻哦，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他女儿哦，哇，很可爱，是相当的可爱。好，下面一位朋友是，心杰是吗？好，来，掌声欢迎。我今天会来这个交友活动，因为平常真的是太闲了，所以就到处找活动来参加。我写这些动机、目标、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连串的，有空以后有机会再介绍我们自己的经过。那写这三个字是因为三个标题是因为当初在焦点的时候，他们就需要我们填三个词，然后这三个词，其实这三个词对我意义还蛮大的，因为人生有分成功不成功、完成不完成，那我就把它归类说未完成、大部分就是这种正常。这三个词就是先有动机，再有目标，然后再去发现问题。动机就是初衷。目标是选择方法，问题是发现现况，这样好像我是讲师一样。但这个就是我一些人生体验的经过。那大家可以值得好好去思考一下，动机，你的动机是什么？那我选择目标是什么？那我现在到底发现什么问题？那在于说动机、目标，大家都很简单。那问题呢？大家都会碍于说不想要了解现在问题是什么，而去躲避它，因而去找一些根本不是问题来解决。那像人生也是这样子啊。那所以说我任何事情都是由动机、目标、问题。来决定说我这些事情到底是要做什么，因此说，刚刚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就是这样子，所以当初选择了自愿离职，那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快两年没有工作，但是我就朝着我自己的目标跟我想要的方法去前进。那维持能让我一直支持我下去，是我当初最初的动机，像月亮也是这样，最初的动机是在能让我完成，一直坚持下去，所以大家动机真的很重要，有时候停下来好好想想自己动机是什么。那我才在决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那发现问题，那我常跟大家讲句我最喜欢的话，就是当你了解问题，就绝对不是问题。就这样，谢谢。那其实刚才这个欣姐有提到，就是她真的太闲，所以跑来参加这个焦点。那为什么会太闲呢？其实大概有听出一个端倪嘛。他说他离职已经超过2年时间了。那这在这过程当中，他怎么去维持他的生活呢？其实这个欣姐还有在做这个投资商品的一些研究，所以你看他做这个投资商品研究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又这么闲，不得了了，真的。然后，所以他每次他中场休息时间要找谁吗？就包围他就对了，好不好？然后我们那个焦点卡那个好，那下面一位朋友是好，来一画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一画，然后我是中山医学大学医学系大二的学生，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参加 TBSA 企划组指挥社，然后我们现在有办一个活动是跟2020厂商合作，然后我等一下会分享我们的活动，就大概这样，谢谢大家。然后因为刚才我跟那个欣姐，我跟欣姐就在坐在一画旁边，我们在想我们这个就是跳离原本的这个生活圈，然后开始创业。我就跟一画讲说，哎，跳出来，就一直在诱拐人家哈。好，来，下面一位朋友平和是吗？好，来，掌声欢迎。发现
现就是发现这里还是不是我要的，我就开始有了疑问，为什么我要上学？所以我就到处问别人说为什么我要上学，我甚至觉得说之后我可以以这个为题目，然后当一个分享者。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除了学校之外，我应该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在外面学的，所以现在我正在创造环境，我遇到不一样的人，我可以为了一场台大焦点从台中搭国光到台北，那我今天我也为了要创造环境，我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然后来到这里，希望遇到不一样的人，谢谢大家。感谢婷婷，我刚才婷婷有提到，就是她非常，其实她非常勇敢，就是她在上礼拜，所以有台大焦点，然后她就跑上来台北参加，那就是我们下礼拜有焦点高雄，对，对，是不是？婷婷其实她非常勇敢，是因为她好像过去是一个比较害羞内向的人，是吗？因为他在上一次的那个两分钟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他讲说他给自己的一个突破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阶段性的达成，那我就跟他讲说，或许你下次可以来做焦点台中这边的十分钟分享。好，那下面一位朋友是我们的毛哥，现在有点毛赢哈。好，那我们就直接把麦克风就递到毛哥的面前，来，掌声欢迎。紧张了哈，就是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骑脚踏车的时候是怎么学会的吗？应该忘记了。然后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会放手骑的时候是怎么学会的吗？应该也忘记了。那就是因为你骑了很多次脚踏车，所以你当你第一次骑的时候会跌倒，就你骑了很多次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会学会放手。那我之前去那个日本迪士尼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个打扫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只要拿着扫把，看见垃圾扫一下。可是我在日本迪士尼，我看过世界上最专业的清洁员，他超像一个机器战警，有没有？然后就看到垃圾就，这是我看到最专业的那个清洁员。他让我看到他这么简单的事情，然后他把它用心去做，然后就做得很漂亮。那我的自我介绍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有很多学会，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会变成是专家，然后呢你重复的事情呢用心去做，然后人家就没有办法超越你，你就会变成是赢家。然后我是徐小毛，谢谢大家。大家不要小看这位爸爸哦，刚才旁边有朋友问说这是战斗毛吗？没错，他就是知名插画家战斗毛本人哦。好，来，那在后面就是中年教练时间，然后这个小毛教练的下午好，找这个爸爸哈。好，那下面呢是这个佩佳，我们掌声欢迎。大家好，我叫做尹秀仪，这是我下一页，你可以帮我点吗？对不起。我是一个有自信的人，然后很喜欢笑，很喜欢学东西，很有梦想，很有爱心。然后我很喜欢画怪兽，很喜欢绿色，生日是万圣节，天蝎座 O 型，专长是唱歌跟画画。下一页。然后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是执行，目标执行跟达标。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每个学期我都会就是给自己设定目标，上次是话剧比赛，然后拿到第一名。下一页。然后就是参加那个合唱团，青年合唱团，就是在国家音乐厅表演。然后我300个学生里面，我是 solo， 左边手来第三个。然后这是大三拍片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会一直接触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我唱歌的时候。好，下一页。然后又是唱歌。然后接下来是画画。2012年的时候，我在就是青美隔壁的串门子，因为那时候担任一个插画家的助理，然后有去画那个墙壁，小笑而已。然后右边是，对不起，然后右边是那个今年4月21号，对，想食座在东海的一间咖啡厅，然后它的3楼也是要做那个 co-working space， 对。然后我去画他们的黑板画，就是插画家志工。好，下一页，时间不多，讲很快。然后这是画完之后的样子，对，好，下一页。然后我有画铁盒，也有在卖铁盒。台湾铁盒商很少。啊？铁盒文创商品很少。
比较少，对吧？时间不够。然后就是这是我2011年的时候去澳洲游学打工，那是我参加学校的一个精英学生计划，然后在座的 Jimmy 他也有参加过。然后因为这个很难上，然后我申请3年才终于上了。那我一直很想要回去，所以我毕业3年后打算在，不是打算，就是确定在今年的8月31号已经买好机票了，我要去 working holiday。然后这是我们 homestay 的那个 family， 他叫 Charlie， 非常的美，像天使一样。然后上面是我的家人，好，下一页。然后呢，我今天很重要，就是我画了很多的笔记本，哎呦。就我画很多的笔记本，然后我今天有带来，那它是手绘笔记本，一本是150，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因为它那个笔记本就是全部都白的，你要写你要画都可以，那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当然就是有本子去指那个写，然后你才会清楚时间到哪。好，结束。就是那个巴朗，他就是最近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一直在买摩艾像的那一个人，不见名，然后他送给我一句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不管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先写出你的目标，然后执行的计划，然后执行之后就会达标。谢谢。谢谢 Joey。 好，那现场还没有朋友，就是没有 线上报名到，然后想要哦，哎呦呦，已经有人举手了，对不对？好，来，掌声欢迎我们叶杰。我有没有那种跟现在的感觉？感觉在飞起来，感觉在那个拉拉。我相信他们可以把你的手推上。好，那好，既然我推上，那我就简单一下分享我的那个自我介绍一下。对，那我面上关键字，那我就从感动、热情，然后还有价值去谈。那我这个人是一个蛮感性的人，然后受到就是别人故事感动。那从高中的时候就参加同一团，然后就认识很多。那我觉得办营队的时候是，因为在办营队的时候是在那种团干活动，可以就是大家可以那种得到就是一种感动，因为营队上就是大家会那种哎，我们是伙伴那种感觉，就是这样，还是要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感觉。然后到大学之后，那我进入新闻社，那还有进入创业社，那就知道很多人做一些计划。那我觉得说。身为就是我会写一些文章，那我可以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上后可以更多人知道。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事情。然后现在是我在拍一些影片，然后还有微电影。那我觉得就是拍完之后，就是那个影片可以让他看，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感动样子。那就常会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那么多热情可以做那么多事情？那我那时候我也想到，为什么会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热情会去做？就那么多活动，参加那么多活动，可是我回头想一下，到底都做的事情就是要追求价值什么？那我就今天去追寻，那发现其实我觉得说，每个人会就是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就是宝石一样。那其实很多人他是很漂亮，只是他没有被发现。那就是刚好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就是已经被磨过，所以他就是比较亮。那没有被发现，那该怎么办呢？那我就希望说我可以成为就是去发现这些宝藏的人。那我是江彦杰，那我是中央大学的，就是现在是新闻社的。那谢谢大家。好，现在一样开放名额，还没有朋友想上来，好，来掌声欢迎。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 Google。名字比较好记，那我名字决定上来，那跟大家简单快速介绍一下。我是读亚洲大学心理所的，那在这边读了7年的学校，大学在研究所，然后现在回到高雄。那我的其中一个专长，刚看到有些伙伴分享，让我提起一个兴趣，就是我其中一个经验是体验教育。那有些人参加过体验教育，一开始印象可能是去玩攀岩、溯溪之类的。那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体验教育，带一个小活动，大家可以把手借给我一下吗？伸出你的食指。OK，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解是一个什么叫做换角度思考的概念，用讲可能有点抽象，对不对 ？OK，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用顺时针的方向走，可以吗？顺时针，想一下对不对？好，顺时针方向走。OK， 确定啊，都顺时针。好，那什么叫换位思考？现在请你。边转的时候，边把它往下挪，往下，往下，往下。所以你现在手指头是在哪一个顺时针还是逆时针？顺时针。还是顺时针吗？逆时针。逆时针要到你眼睛下面。
什么叫换位思考？我觉得体验教育好玩就在这里，可以透过一些小小简单的活动，让你发现说自觉就要换角度。是准备创业，还在筹划中。那希望可以开一间轻食的健康餐厅。那未来台中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伙伴，跟我一起来开一间餐厅。那刚刚听到有些人经营香草园，有机的目标，我觉得非常好，或许以后有机会合作。那有些人绘画的天分，我觉得在餐厅里面也可以会加入一些手绘的元素。然后还有青年旅馆的概念，我家超大的。欢迎来高雄。非常踊跃，来，瑞海，掌声欢迎。大家好，可能大家听到我口音，是不是觉得我不是台湾的？对，我是大陆的。我刚看了一下，这是焦点台湾嘛？那我是大陆，你们是把我赶出去了？焦点台湾，台中，对，台中，台中，台中，对，我是。来台湾的一个交换生，在明道大学，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听过明道大学。有，台湾人都听过。是的。我一直以为明道大学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真的，就一出去都是田野，遍地的都是田野，很适合有机啊，做有机的东西啊。那我是在明道大学学数位设计系的，但是我个人是打算从事商业活动的。那我现在目前在大陆那边的话，有做很多相关农业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有整个村庄的土地什么都被我们承包下来。那我想在座的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大陆的，哇，挺多的。香港尝试不够。那 OK， 如果有想去大陆的话，因为我觉得到现在这个阶段哈，可能大家不会谈美国梦或者日本梦，而会谈中国梦。那我想，如果大家有想去大陆发展的，比如说搞农业的，像薰衣草这一类的，那还有搞其他餐饮业的，其实大陆餐饮我觉得机会非常大。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那边发展可以。联系我，或许我可以帮上忙，特别是农业类的东西。那我做农业类的话，主要是做一些有机无公害的一些产品，因为目前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大陆的产品不安全。当然我是说实话嘛，当然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但是我觉得大陆现在正在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哦，时间到了是吧？那我就给大陆的食品证一下名，因为我们年轻一辈的人会努力的把这个食品安全弄得。像台湾这样，大家吃台湾的食品觉得很放心。我想将来大家吃大陆的食品也很放心，是吧？我们都是蛮安心的。好，那是不是有这个将来可能要去大陆发展的朋友们，也要上来做个自我介绍啊？叫小宝，那我没有填上关键字，我们关键字应该戏剧，那文创到电子商务。那我以前是在那个台中电台担任行销企划，那后来进到剧团工作，我是里面的演员跟企划专员。那我们在那个离开剧团的时候，我们想要推广手工艺师的商品，所以我们就像我的朋友，然后就一起开了一间公司。那我们在开了这间公司的时候，就一直烧钱，然后肚子吃不饱，所以我们就想说，因为我们把那东西募集起来，要帮他们创作品牌，但是我们不知道往哪边卖，所以我们就异想天开，我们就自己创了一个通路。对，我们创了一个通路，就叫 Mr. B 居家馆。对啊，那结果现在通路搞得比那个手工业的生意还要好一点，这样。对啊，那我们未来是确实有希望在大陆市场好好的发展，对吧？希望前辈引导一下。对啊，那我们网站叫做 Mr. B 居家馆。
我们里面包含像很多家饰的商品，还是如果说一个房子倒过来倒得出来的小东西，我们通通都有在卖。那简单说，就是我们把 IKEA 的三楼家饰馆搬到网络上面去。那所以未来如果需要，像很多餐厅业者都会找我们采购。那各位要开餐厅也可以来找我。谢谢各位，谢谢。最后五个名额，有没有？好，来这边，宜兴电话。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听到关键字，因为我待会会做一个那个十分钟的分享。那待会是会分享公司呢，那我还是想要上来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叫宜兴，那我是台大药学系毕业的，就是中非中局的一个读书人这样子。那我是一个药师啊，那就是不知道大家想说药师都在做什么。因为在场各位可能比较少在医疗产业这个部分有接触啦，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药师都在做什么，待会会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我原本是在医院工作当药师啊，那做了两年之后觉得我一定要待在这边嘛，那我那时候就离职，因为我也是在找寻说想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我也去澳洲打工度假，那后来我也去日本三个月就是学习语言啊。那后来是回来之后，就因缘机会认识了我这个我现在在待的 iHealth 正身处方展配药学这间公司。那也很高兴，很荣幸可以在这那个这间公司工作。那今天也很高兴跟大家待会有机会分享这样子，谢谢大家。好，来，那我们这个 Rachel 掌声欢迎。我是佩秋，然后英文名字是 Rachel。那因为等一下我会分享，所以我就简单的介绍我的三个关键字，就是部落客，然后家庭主妇，还有一个是自由作家。那我为什么要上来呢？因为刚刚我就听到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嘛，哈。然后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在中国，可是我上次去过中国，可是我现在一直找不到动力再去中国，所以我想说站上来让。如果等一下我没有跟你讲到的话，要互相留一下资料。好，然后另外就是我，因为我很喜欢旅行，所以我觉得这边还蛮多朋友，就是可以做交流的，像什么商朝啦，然后像刚刚什么，就是还蛮多东西可以做一个交流。所以就是我自我介绍的部分，因为待会我会分享，所以我会再详细的介绍。那我今天是把这个定义，因为我今年七月会出书，所以我有点把它定义在打书啦，所以那个待会我再跟大家分享，谢谢。我们其实也非常欢迎，只要任何朋友，你只要最近有活动啊，有出书的计划，或是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也可以跟大家做个宣传哈。好，来，那再来是玉庆嘛，好，来，掌声欢迎。各位那个焦点的伙伴，大家好，就是其实我来自不上焦点，是因为阿辉，就是我们之前有参加一个课程，然后介绍这样子。那我三个关键字的话，第一个叫钢铁人。第二个就是交流，第三个就是热情、乐观这样子。那钢铁的部分是因为我现在从事的是不锈传统产业的不锈钢的那个从事生产管理的工作。对啊，然后我对自己的期许是说，虽然我从事的工作是从事不锈钢的部分，但是硬邦邦的东西，但是我们人是一个柔软的心。对，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做一些跨部门的交流的时候，我非常强调一些人员的互动跟沟通这样子。那有机会就是知道这个焦点这个活动，然后我也是想办法就是来参加，然后我是希望说，其实在座每一个人，你们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每一个人的一些力量，然后其实大家串联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就是一个团队的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我开心可以今天的参加活动，也是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就是在这边分享愉快，谢谢。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康正，好，来掌声欢迎。好，大家好，我是目前也是就读明道的资传系学生，然后目前我是想刚接触那个 APP， 就是 iOS 的开发，然后目前就是从事那个接网页，像 WordPress 这种平台来做开发那样子，就我想是在这边能。在 UIUX 这一块能希望能找一些伙伴来做交流讨论这样子，因为我在这一块我也不是设计类，然后有时候感觉设计出来长产品太硬这样子，就想多交流一下。除此之外，我本身是有参加那个
资讯志工这类的志工计划的，如果像大家有什么志工心得可以分享，欢迎找我分享一下。好，谢谢。嘉丽，好，来，掌声欢迎。对，然后我们平常有到国光国小做服务，还有是平常是吉他社的社员，然后最近我们刚好是有我有创一个创造者微电影团队，然后我们一起在拍一部就是共同的微电影，然后我们将在6月7号开始要比赛的部分，然后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就是吉他，然后音乐，然后还有就是微电影，还有我们的行动去打动每个人的心。好，谢谢大家。